聊的。我在开始了。陆迪同学，你到底喝了多少？我突然发现你很像收垃圾的，收易拉罐的。现在没有用了，我现在。你到底想干嘛？我只想数一下有多少罐，忘了。数吧，快点数吧。你那喝了多少罐？这里竟然全部是你喝的。没有，有一部分不错。可以对。看，天晓得很无奈了。我觉得你还是聊，好像我数吧。数。对那片空地。什么？对那片空地。好，那你现在变成对着台上了。青蛙老鸡。两个老鸡，三个，四。还有呢，还有这个叫天草蜜，这个东西我喝的多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加两瓶椰子。我们能收工了吗？可以了，你把它关了。